好，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印好了哈，它印好之后它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自动升上去了，有没有看到小板的？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个鱼我本身没有加底板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给它工具啦。来，这一只交给你，自己吐开。对，你就把它挖一下。不要客气，你有看到它外面是不是先印一圈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它太客气了啦。对啦，这一只印好就是会动的哦，它不是头掉的哦。好，有没有起来的？然后你把它折一折。这边要刮干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没关系。好，你把它折一折。对，稍微这样上下动一动，有没有？这样就会动的。对，不会不会，安妮，我都没有对他客气，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发现印好就会动的？因为他关节是活的嘛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 3D 链其实就像这样子，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印那么大只而已。这样感觉一下还 OK 吗？自己挖宝有没有比较好玩？有。有，好，OK。